三届 Hong Kong Singer Channel 我敢唱发声招募日2012 at 荷里活广场又回来啦。今年的口号是敢唱敢作实践梦想，只要你敢于唱出你自己的心声，不论什么年纪和性别，我都欢迎你参加。决赛更由 Hong Kong Singer Channel 乐队作现场伴奏，最出色的13位优胜单位可以在荷里活广场这个大舞台上举行一小时演唱会，一场舞台梦发光发热，更有机会接受 Hong Kong Singer Channel 游唱都的访问。的评判阵容更鼎盛，包括有著名歌手张立基先生、唱作歌手谢文雅小姐、主持人曾纪乐先生、有线节目主持人钟建威先生、张可盈小姐、On Air Power 執行總監大灰熊 William。 決賽表演嘉賓還邀請到超級巨星義邦吳君儀、我敢唱的優勝隊伍 Pandula。 組別分為獨唱組、合唱組、原創歌曲組，由即日開始即刻上 www.hksingerchannel.com 報名啦，你都有機會可以在台上面發光發熱的。